很奇怪。哎，我这摄像头搁这可以了。最近这两天大乱斗胜率不行啊，赢不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这游戏整拖太后期就不行了，打不过。谢谢蓝烈汉十年老粉儿。阿木木咋这么狂呢？嗯，我不太能理解他凭啥这么狂啊？谁的一血呀？阿木木的一血，还好没交闪，兄弟们。啊！全军出击！这是要干什么？这是？这不过了是吧？怎么还没完了呢？生气了？妈了个蛋呢，还没完没了了呢？去呀、啊！怕啥呀？就俩人，咱不得打野呀？去来！我操你哥了！太他妈猖狂了！我操！那人马怎么的？回去打红去了，打了我们家一个三。这不能让他打。生气了。我怎么我没脾气呗？我是没脾气，没打着。我的问题啊！哎呦我操！好痛！哇！好眼儿，好眼儿，这眼儿给你插的，这能看见里边吗？问题不大，可以接受。033了，但没事。我是不是也可以不死？刚才不死好，哎，感觉有点亏了。这你不吃个塔皮？那这塔皮掉了。我不会玩，但是感觉好亏。猪猪好逗啊！我不会玩，但是我感觉你好亏。这种就是杀人于无形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我选出来的火男是复仇艳魂？不对，
为什么选出来的复仇焰魂是布兰德？就愣杀啊！就愣杀！我天哪，愣杀也能把我杀了！这我是没想到的啊！我得回家了，给我打回家了。挡个扣吧，应该能。哎呀，还他妈是塔莎，我靠！这猴哥，谢谢王拉奇巨猿不迟到。大马车，它确实是有点肥。说别的，确实是有点肥。德莱文竟然没有喷你，为啥喷我呀？我是哪个地方打的有问题吗？为啥要喷我呀？丢视野了，我操，好走位啊，谢谢蓝莲汉的本身。走位不错，跳
弹下来，没有跳弹，比较难受啊。有大就没办法了。队友呢？没有队友。还是没有跳弹，真的很烦啊！绕他一波来。这波没到二 v 二，不太那么好打，先不打了吧。好进化，挡个扣来，这没办法，这他妈人太多了。我杀他猴哥，打他个收割。哎，
来个冰杖，出个钉，再把这腰筋儿要是能正常点儿，还是好打。德莱文装备其实不差，德莱文两件半，卡莎也才两件半，德莱文装备起得快。我们家还有猴，这拉尔也发育的是平稳，所以好打。直接弹一手，我操，你这你都敢上，我没想到啊。没有到，没事，他飞不了你，别怕。为什么你回家了？你回家塔不没了吗？二十秒你要等啊，你出来吧，我帮你守一波塔。追呀、啊、你俩打他俩还不追，这不随便打、啊，不硬追。我操，猴哥牛，这妖精到底在干什么呀？我操，大影魔刀，我们家一个 AP 他出大影魔刀，牛啊。我是辅助啊，如野火一般。我和妖精算一个，不，妖精不算，我自己算一个。变大吧，哎，这对面开团我们不好打，找个有用的人，他要是搞个球女，还想打个反手啥的，整个破妖精一点伤害没有，除了死还是死。
自己跟银马单挑吗？你在开玩笑吗？舔我来，我操，还真敢舔啊！有兵仗了就能好一点。先把中塔推了，快来。他交闪换我没啥意义。为什么杀完人不去推中塔呢？挺难受啊。哎，你们是觉得我这个战绩有什么问题是吗？对面打了对面打了一条大龙，比我们家多了九个头。对面阿木木2-11-12，我4-11-11，12级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是哪里有问题吗？你不要老看战绩呀、啊，你玩游戏老看战绩能有用吗？大招没用，那看什么？看作用啊！
而且我们家有没有中单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。你看看对面的下路来过几回，你们自己瞅，你自己算。你看看他中单来过几回，打野来过几回，我是什么原因死的？你老看这战绩没啥意义。咱也不是说选了一个什么有用的地方，你搞个辅助你还要我 C 吗？那辅助 C 不了很正常啊，你没有环境给你 C， 那对面打野老他妈来，你这本来你吃经济吃的就不多，你把对面杀了，人家过来把你杀了，你相当于没杀。这人马，我操！这推也没用啊。大龙不好打呀，那人马装备有点太好了。而且你要玩游戏，你真的比战绩的话，那你就跟你自己那个位置的人比战绩，你跟别人比战绩有啥用呢？那五个人的游戏我还得跟他们挨个人比啊。我跟那人马就差一半啊，不是就差一千。最后他那波没打，但他把我伤害最高。你说你看战绩有啥用啊？腰筋比阿木木低，一整副。